听书，有声书，世界名著系列第412期，中国经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第112回，活冤孽，淼泥遭大劫，死仇仇，赵妾赴明曹。话说凤姐儿命捆起上夜众女人送迎审问，女人跪地哀求，林之孝同贾云道：“你们求也无益，老爷派我们看家，没有事儿是造化，如今有了事儿，上下都担不是，谁救得你们？若说是周瑞的干儿子，连太太起里里外外的都不干净。”凤姐儿喘吁吁地说道：“这都是命里所招，和他们说什么，带了他们去就是了。这丢的东西你告诉营里去说，实在是老太太的东西，问老爷们才知道，等我们抱了去，请了老爷们回来，自然开了尸单送来。文官衙门里我们也是这样报。”贾云、林之孝答应出去。惜春一句话也没有，只是哭道：“这些事儿我从来没有听过，为什么偏偏碰在咱们两个人身上？明儿老爷太太回来叫我怎么见人，说把家里交给咱们，如今闹到这个份儿，还想活着吗？”凤姐道：“咱们愿意吗？现在有上夜的人在那里。”惜春道：“你还能说，况且你又病着，我是没有说的，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，她撺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，如今我的脸搁在哪里呢？”说着又痛哭起来。凤姐道：“姑娘，你快别这样想，若说没脸儿，大家一样的，你若这么糊涂想头，我更搁不住了。”二人正说着，只听见外头院子里有人大嚷地说道：“我说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，我们甄府里从来是一概不许上门的，不想这府里倒不讲究这个。昨儿老太太的病才出去，那个什么庵里的尼姑死要到咱们这里来，我吆喝着不准他们进来，腰门上的老婆子倒骂我死样急，就放那姑子进去，那腰门子一会儿开着一会儿关着，不知做什么，我不放心没敢睡，听到四更这里就嚷起来，我来叫门倒不开了，我听见声紧了，打开了门，见西边院子里有人站着，我便胆死打死了。我今儿才知道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，那个姑子就在里头，今儿天没亮溜出去了，可不是那姑子引进来的贼吗？”平儿等听着都说：“这是谁这么没规矩，姑娘奶奶都在这里，敢在外头哄嚷吗？”凤姐道：“你听见说，她说甄府里别就是甄家见来的那个厌恶吧？”惜春听得明白，更加心里过不得。凤姐接着问惜春道：“那个人混说什么姑子，你们哪里弄了个姑子住下了？”惜春便将妙玉来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话说了。凤姐道：“是他吗？他怎么肯这样？实在没有的话，但是就这讨人嫌的东西嚷出来，老爷知道了也不好。”惜春越想越怕，站起来要走。凤姐虽说坐不住，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儿来，只得叫他先别走，且干着人把偷剩下的东西收起来，再怕了人看着才好走呢。平儿道：“咱们不敢收，等衙门里来了，他看了才好收呢，咱们只好看着，但只不知老爷那里有人去了没有。”凤姐道：“你叫老婆子问去。”一回进来说：“林之孝是走不开，家下人要伺候查验的，再有的是说不清楚的，已经云二爷去了。”凤姐点头，
同惜春坐着发愁。且说那会儿贼原是何三等妖的，偷抢了好些金银财宝劫运出去，见人追赶，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，要往西边屋内偷去，在窗外看见里面灯光底下两个美人儿，一个姑娘一个姑子，那些贼哪顾性命，顿起不良就要踹进来，因见包勇来赶，才获赃而逃，只不见了何三，大家且躲进窝家，到第二天打听动静，知道是何三被他们打死，已经报了文武衙门，这里是躲不住的了，便商量趁早归入海洋大道一处，去若迟了，通缉文书一行，官经上就过不去了。内中一个人胆子极大，便说：“咱们走是走，我就只舍不得那个姑子，长得实在好看，不知是哪个庵里的厨呢。”一个人道：“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必就是贾府园里的什么龙翠庵里的姑子，不是前年外头说他和他们家什么宝二爷有缘故，后来不知怎么又害起相思病来了，请大夫吃药的就是他。”那一个人听了说：“咱们今儿躲一天，叫咱们大哥借钱置办些买卖行头，明儿亮钟时候陆续出关，你们在关外二十里坡等我。”众贼议定，分赃表散，不提。且说贾政等送殡，到了寺内安错毕，亲友散去，贾政在外厢房伴灵，邢王二夫人等在内，一宿无非哭泣。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，正摆饭时，只见贾云进来，在老太太灵前磕了个头，忙忙地跑到贾政跟前跪下请了安，喘吁吁地将昨夜被盗，将老太太上房的东西都偷去，包勇赶贼打死了一个，已经呈报文武衙门的话说了一遍。贾政听了发怔，邢王二夫人等在里头也听见了，都唬得魂不附体，并无一言，只有啼哭。贾政过了一会子，问石丹怎样开的，贾云回道：“家里的人都不知道，还没有开单。”贾政道：“还好，咱们动过价的，若开出好的来，反担罪名。快叫莲儿。”贾琏领了宝玉等去别处上祭未回，贾政叫人赶了回来。贾琏听了，直得急跳，一见云儿也不顾贾政在那里，便把贾云狠狠地骂了一顿，说：“不配抬举的东西，我将这样重任托你，押着人上夜巡更，你是死人啊，亏你还有脸来告诉。”说着往贾云脸上啐了几口，贾云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。贾政道：“你骂他也无益了。”贾琏然后跪下说：“这便怎么样？”贾政道：“也没法，只有报官祭贼，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遗下的东西咱们都没动，你说要银子，我想老太太死的几天，谁忍得动她那一箱银子，原打量了完了事儿，算了账还人家，再有的在这里和南边置坟产的，再有东西也没见数。如今说文武衙门要施丹，若将几件好的东西开上，恐有碍；若说金银若干，衣饰若干，又没有实在数目，谎胎使不得，倒可笑你如今竟换了一个人，为什么这样料理不开？你跪在这里是怎么样呢？”贾琏也不敢答应，只得站起来就走。贾政又叫道：“你哪里去？”贾琏又跪下道：“赶回去料理清楚再回来。”贾政哼了一声，贾琏把头低下。贾政道：“
你进去回了你母亲，叫了老太太的一两个丫头去，叫他们细细的开，想了开单子。贾琏心里明知老太太的东西都是鸳鸯金管，她死了问谁，就问珍珠，他们哪里记得清楚，只不敢驳回，连连的答应了。起来走到里头，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顿，叫贾琏快回去，问他们这些看家的说，明儿怎么见我们。贾琏也只得答应了出来，一面命人套车预备琥珀等进城，自己骑上骡子，跟了几个小厮如飞的回去。贾云也不敢再回贾政，斜签的身子慢慢的溜出来，骑上了马来赶贾琏，一路无话。到回了家中，林之孝请了安，一直跟了进来。贾琏到了老太太上屋，见了凤姐儿惜春在那里，心里又恨又说不出来，便问林之孝道，衙门里瞧了没有。林之孝自知有罪，便跪下回道，文武衙门都瞧了，来宗去迹也看了，诗也验了。贾琏吃惊道，又验什么诗？林之孝又将包勇打死的伙计似周瑞的干儿子的话回了贾琏。贾琏道，叫云儿。贾云进来也跪着听话。贾琏道，你见老爷时怎么没有回周瑞的干儿子做了贼被包勇打死的话？贾琏说道，上夜的人说像他的恐怕不真，所以没有回。贾琏道，好糊涂东西，你若告诉了我，就带了周瑞来一认，可不就知道了。林之孝回道，如今衙门里把尸首放在市口招认去了。贾琏道，这又是个糊涂东西，谁家的人做了贼被人打死要偿命啊。林之孝回道，这不用人家认，奴才就认的是他。贾琏听了想到，是啊，我记得甄大爷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吗？林之孝会说，他和鲍二打架来着，还见过的呢。贾琏听了更生气，便要打上夜的人。林之孝哀告道，请二爷息怒，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们还敢偷懒儿，只是爷府上的规矩，三门里一个男人不敢进去的，就是奴才们里头不叫也不敢进去。奴才在外头云歌磕磕点点，见三门关得严严的，外头的门一重没有开，那贼是从后夹道子来的。贾琏道，里头上夜的女人呢？林之孝将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恐着爷审问的话回了。贾琏又问，包勇呢？林之孝说，又往园里去了。贾琏便说，去叫来。小厮们便将包勇带来说，还亏你在这里，若没有你，只把所有房屋里的东西都抢了去了呢。包勇也不言语，惜春恐他说出那话，心下着急。凤姐儿也不敢言语，只见外头说，琥珀姐姐等回来了。大家见了不免又哭一场。贾琏叫人检点偷剩下的东西，只有些衣服尺头钱箱被动，余者都没有了。贾琏心里更加着急，想着外头的棚杠银厨房的钱都没有付给，明儿拿什么还呢？便呆想了一会儿，只见琥珀等进来哭了一会儿，见箱柜开着，所有的东西怎能记忆，便胡乱想猜，虚拟了一张诗单，命人急送到文武衙门。贾琏
父又派人上夜，凤姐惜春各自回房，贾琏不敢在家安歇，也不及埋怨凤姐，径自骑马赶出城外。这里凤姐又恐惜春短见，又打发了风儿过去安慰。天已暗而更，不言这里贼去关门，众人更加小心，谁敢睡觉？且说伙贼一心想着妙玉，指使孤安女众，不免欺负。到了三更夜静，便拿了短兵器，带了些闷香，跳上高墙，远远瞧见栊翠庵内灯光油亮，便潜身溜下，藏在房头僻处，等到四更，见里头只有一盏海灯，妙玉一人在蒲团上打坐，歇了一会儿，便唉声叹气地说道：“我自圆梦到今，原想传个名儿的，为这里请来，不能又其他处。昨儿好心去瞧四姑娘，反受了这蠢人的气，夜里又受了大惊。今日回来，那蒲团再坐不稳，只觉肉跳心惊。因素常一个打坐的，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，岂知到了五更，寒蝉起来，正要叫人，只听见窗外一响，想起昨晚的事儿，更加害怕，不免叫人。岂知那些婆子都不答应，自己坐着，觉得一股香气透入心门，便手足麻木，不能动弹，口里也说不出话来，心中更自着急。只见一个人拿着明晃晃的刀进来，此时妙玉心中确实明白，只不能动，想是要杀自己，索性横了心，倒也不怕。哪知那个人把刀插在背后，腾出手来将妙玉轻轻地抱起，轻薄了一会子，便托起背在身上。此时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，可怜一个极洁极净的女儿，被这强盗的闷香熏住，由着她多弄了去了。却说这贼背了妙玉，来到园外墙边，搭了软梯，爬上桥，跳出去了。外边早有伙计弄了车辆在园外等着，那人将妙玉放倒在车上，反打起官衔灯笼，叫开栅栏，急急行到城门。正是开门之时，门官只知是有公干出城的，也不及察觉，赶出城去。那伙贼夹鞭赶到二十里坡，和众强徒打了照应，各自分头奔南海而去。不知妙玉被劫，或是甘受侮辱，还是不屈而死，不知下落，也难忘你。只言栊翠庵一个跟妙玉的女尼，她本住在净室后面，睡到五更，听见前面有人声响，只道妙玉打坐不安，后来听见有男人脚步，门窗响动，欲要起来查看，只是身子发软，懒得开口，又不听见妙玉言语，只睁着两眼听着。到了天亮，终觉得心里清楚，披衣起来，叫了道婆预备妙玉茶水，他便往前面来看妙玉，岂知妙玉的踪迹全无，门窗大开，心里诧异，昨晚想动甚是疑心，说这样早他到哪里去了。走出院门一看，有一个软梯靠墙立着，地下
还有一把刀鞘，一条搭脖，便道：“不好了，昨晚是贼烧了闷香了。”即叫人起来查看，庵门仍是紧闭。那些婆子女士们都说，昨夜没去新着了，今早都起不来了，这么早叫我们做什么？那女尼道：“师父不知哪里去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在观音堂打坐呢。”女尼道：“你们还做梦呢，你来瞧瞧。”众人不知，也都着忙开了庵门，满园子里都找到了，想来或是到四姑娘那里去了。众人来看幺妹儿，又被包勇骂了一顿。众人说道：“我们妙师傅昨晚不知去向，所以来找，求你老人家要叫开幺妹儿，问一问来了没有就是了。”包勇道：“你们师傅引了贼来偷我们东西，已经偷到手了，他跟了贼去受用去了。”众人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说这些话的防着下割舌地狱。”包勇生气道：“胡说，你再闹我就要打了。”众人陪笑央告道：“求爷儿叫开门，我们瞧瞧，若没有再不敢惊动你太爷了。”包勇道：“你不信你去找，若没有回来问你们。”包勇说着叫开腰门，众人找到惜春那里，惜春正在愁闷，颠着妙一清早去后不知听见我们姓包的话了没有，只怕又得罪了他，以后总不肯来，我的知己是没有了，况我现在实难见人，父母早死，嫂子嫌我，头里有老太太，到底还疼我些，如今也死了，留下我孤苦伶仃，如何了局？想到迎春姐姐磨着死了，十姐姐守着病人，三姐姐远去，这都是命里所照，不能自由，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，无拘无束，我能学她就造化不小了，但我是世家之女，怎能随意？这回看家已大难不是，还有何颜在这里？有恐太太们不知我的心事，将来的后事如何呢？想到其间，便要把自己的青丝绞去，要想出家。彩萍等听见，急忙来劝，岂知已将一半头发绞去。彩萍愈加着忙，说道：“一事不了又出一事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正在吵闹，只见妙玉的道婆来找妙玉。彩萍问起来由，先唬了一跳，说是昨日一早去了没有。里面惜春听见，急忙问道：“哪里去了？”道婆们将昨夜听见的响动被煤气熏着，今早不见有妙玉，按那软踢刀鞘的话说了一遍。惜春惊疑不定，想起昨日包勇的话来，必是那些强盗看见了他，昨晚抢去了也未可知，但是他素来孤洁得很，岂肯惜命？怎么你们都没听见吗？众人道：“怎么不听见？只是我们这些人都是睁着眼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必是那贼子受了闷香，妙姑一人想也被贼闷住，不能言语，况且贼人必多，拿刀弄杖威逼着他，还敢声喊吗？”正说着，包勇又在腰门那里喊说：“里头快把这混账的婆子赶了出去吧，快关腰门。”彩萍听见恐担不是，只得叫婆子出去，叫人关了腰门。惜春一时更加苦楚，无奈彩萍等再三以礼相劝，仍旧将一半青丝拢起，
大家商议，不必声张，就是妙玉被抢也当作不知，且等老爷太太回来再说。惜春心里的死，定下一个出家的念头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贾琏回到铁槛寺，将到家中查点了上夜的人，开了诗单报去的画回了。贾政道：“怎么开的？”贾琏便将琥珀所记的数目单子呈出，并说：“这上头原非赐的东西已经注明，还有那人家不大有的东西不便开上，等侄儿脱了孝出去托人细细的讥访，少不得弄出来的。”贾政听了何意，就点头不言。贾琏进内见了邢王二夫人，商量着劝老爷早些回家才好呢，不然都是乱麻似的。邢夫人道：“可不是，我们在这里也是惊心吊胆。”贾琏道：“这是我们不敢说的，还是太太的主意，二老爷是依的。”邢夫人便与王夫人商议妥了。过了一夜，贾政也不放心，打发宝玉进来说：“请太太们今日回家，过两三日再来，家人们已经派定了，里头请太太们派人吧。”邢夫人派了英格等一干人伴灵，将周瑞家的等人派了总管，其余上下人等都回去。一时忙乱，套车备马，贾政等在贾母灵前辞别，众人又哭了一场。都起来正要走时，只见赵姨娘还爬在地上不起，周姨娘打量她还哭，便去拉她，岂知赵姨娘满嘴白沫，眼睛直竖，把舌头吐出，反把家人唬了一大跳。贾环过来乱嚷，赵姨娘醒来说道：“我是不回去的，跟着老太太回南去。”众人道：“老太太哪用你来？”赵姨娘道：“我跟了一辈子老太太，大老爷还不依，弄神弄鬼的来算计我，我想仗着马道婆要出出我的气，银子白花了好些，也没有弄死了一个，如今我回去了，又不知谁来算计我。”众人听见，早知是鸳鸯附在他身上，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语瞅着，只有彩云等待他央告道：“鸳鸯姐姐，你死是自己愿意的，与赵姨娘什么相干，放了她吧。”见邢夫人在这里也不敢说别的，赵姨娘道：“我不是鸳鸯，她早到仙界去了，我是阎王差人拿我去的，要问我为什么和马婆子用眼魔法的案件。”说着便叫：“好莲二奶奶，你在这里老爷面前少顶一句吧，我有一千日的不好，还有一天的好呢。好二奶奶，亲二奶奶，并不是我要害你，我一时糊涂听了那个老娼妇的话。”正闹着，贾政打发人进来叫环儿，婆子们去回说：“赵姨娘中了邪了，三爷看着呢。”贾政道：“没有的事，我们先走了。”于是爷们儿等先回，这里赵姨娘还是混说，一时救不过来。邢夫人恐她又说出什么来，便说：“多派几个人在这里瞧着她，咱们先走，到了城里打发大夫出来瞧吧。”王夫人本嫌她，也打散手。宝钗本是仁厚的人，虽想着她害宝玉的事儿，心里究竟过不去，背地里托了周姨娘在这里照应。周姨娘也是个好人，便应承了。李纨说道：“
我也在这里吧。王夫人道，可以不必。于是大家都要起身，贾环急忙道，我也在这里吗？王夫人啐道，糊涂东西，你姨娘的死活都不知，你还要走吗？贾环就不敢言语了。宝玉道，好兄弟，你是走不得的，我进了城打发人来瞧你。说毕都上车回家，寺里只有赵姨娘、贾环、鹦鹉等人。贾政、邢夫人等先后到家，到了上房哭了一场。林之孝带了家下众人请了安，跪着，贾政喝道，去吧，明日问你。凤姐那日发昏了几次，竟不能出街，只有惜春见了觉得满面羞惭。邢夫人也不理她，王夫人仍是照常。李纨、宝钗拉着手说了几句话，独有尤氏说道，姑娘你操心了，倒照应了好几天。惜春一言不答，侄子涨了脸。宝钗将尤氏一拉，使了个眼色，尤氏等各自归房去了。贾政略略地看了一看，叹了口气，并不言语，到书房席地坐下，叫了贾琏、贾蓉、贾云，吩咐了几句话。宝玉要在书房来陪贾政，贾政道，不必。兰儿仍跟他母亲一宿无语。次日林之孝一早进书房跪着，贾政将前后被盗的事儿问了一遍，并将周瑞供了出来，又说衙门拿住了包二，身边搜出了尸单上的东西，现在贾训要在他身上要这一伙贼呢。贾政听了大怒道，贾母负恩，引贼偷窃贾主，真是反了。立刻叫人到城外将周瑞捆了，送到衙门审问。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来。贾政道，你还过去做什么？林之孝道，奴才该死，求老爷开恩。正说着，赖大等一干办事家人上来请了安，呈上丧事账簿。贾政道，交给连二爷算明了来回。吆喝着林之孝起来出去了。贾琏一腿跪着，在贾政身边说了一句话。贾政把眼一瞪道，胡说，老太太的事儿，银两被贼偷去，就该罚奴才拿出来吗？贾琏红了脸，不敢言语，站起来也不敢动。贾政道，你媳妇儿怎么样？贾琏又跪下说，看来是不中用了。贾政叹口气道，我不料家运衰败一直如此，况且环哥他妈尚在庙中病着，也不知是什么症候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贾琏也不敢言语。贾政道，传出话去，叫人带了乔大夫去。贾琏急忙答应着出来，叫人带了大夫到铁槛寺去瞧赵姨娘。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